的，或者是个四点廿九分，夜里累十四，四一啲人都唔知。都觉得即系死人俾讲。六月十三号凌晨嗰阵时，我唔记得有冇讲啊。咪瞓咗一觉起咗身嘅，出面好大风，以为系八号，点知系三号，终于翻。就话边一边啊？十四、十三，一百零六月十四嗰日咧。冇乜嘢，而一九零六月十四呢一日，星期二嚟嘅，就係第二日啦。咁個即係翻到，有幾個人喺學校門口派白絲帶，跟住我都冇講過嘢啊，就係知好多人都講一句嘢就冇交學。嗰陣嘅風氣都唔係好好嘅，去到最尾個堂就唔係上堂，喺落禮堂我都聽過，就有一隊即係初中，即係一班初中咧，就好似係叫咩咧夾 band， 依家佢哋應該係中三四。定唔知中三，舊年就都係埋佢人哋啊。到我星期咧，有一次玩澳洲輸嘅時候，遇到一個名叫 G Sandy A 二四啊，開頭我就話佢黐緊啲牌。同一時間咧，我都見到另一個人叫咩啊？戇鳩戰隊嘅咩 Son 嘅 A 二四，話喺度抄我哋戰隊嘅。我嗰個抄戰隊咧，啱啱我 Spectacle BF5 嗰陣時，有兩個 EATC 唔係超太嘅，一個叫咩 Histra SDA， 另一個叫咩 Andiski， 兩個都唔係超勁。我心諗，你知唔知道底 EATC 係個咩戰隊 ？EATC 全部都係超嘅，仲喺度亂改。後座如果見到嗰個成績 number 一個走嚟玩點算？見到同一個戰隊喎，我覺得同一個戰隊，我諗翻起瓜 B 呢個戰隊，舊年就撞到呢、這個，即係佢即係我蘇阿瓜，你知邊個啊？之前用咗一個名叫 Miss New 嗰、那個，我都統計到佢用咗幾多個 account。佢 S 字頭嗰個阿瓜 account 又玩買人哋啊 ，ban 咗。佢又再開咗個新嘅 account 叫和蘇壞瓜，我有一波突破做攻擊方嗰陣時，忽然之間俾佢射死咗。跟住佢又放低段片有咩？喂，大哥，你做乜見到我走嗰啲？佢又係一入嚟見到我喺度咧。即刻就先將我入去 bad list 度先，咁入咗 bad list， 咁你知啊，其他嗰個系統裏邊咧，你入咗 bad list 裏邊就其可以優先見到佢嘅名啊，知道我名啊，優先可以搜嘅，好麻煩。到到佢所有 account 都俾人 ban 咗時咧，佢自己插喺度咧，喺 YouTube 裏邊就 send 就擺一段片上去，就話即係佢個彈咗我的名字出嚟，同埋。B.F.5 嗰個社長嘅名字，跟住就話 B.F.5 嘅大家社俾人針對喎，所以就唔玩 B.F.5 住。跟住後屘就話 B.F.5 再見，即係贏四二啦。我嗰贏四二咧，我兩個親戚都買咗，應該係終極版啦，百幾蚊，冇理由唔買啊！要打一齊打，因為廿八個人。我寫包單，一個月之後隻 game 就會玩完，咁之後唔係，因為你好簡單，人數越多咧，遇到 cheater 機率越高，同埋遇到好多個 cheater，
好鬼噱頭啊！最近呢幾日好似好少噱頭，就我真係傻啊！開頭去討幾日，一波起碼八個噱頭喺度，依家好似得兩個。唔係嘅，又可以話自己好彩啊！真係好傻，呢日都係冇新增過啊！下午三點幾，沙田大涌橋路近河畔花園嗰度咧，有一架綠色嘅小巴同埋一架私家車相撞。咁咪嗰架私家車衝燈，因為睇到個車 cam 咧，先係有一架黑色車衝燈，跟住個白色私家車跟住，後屘有個小巴駛過嚟嗰陣時咧，架私家車撞到佢，跟住成架小巴反轉。一死七傷，小巴司機就死亡。你一諗起大涌橋，一定諗翻起好多交通意外。我記得以前咪第一架小巴唔知啊，撞到一架的士之後咧，跌咗落架隧道嗰度。最近又係咩的士又鏟上人路，跟住又啲私家車鏟到草叢嗰度。最近大涌橋近火炭嗰度咧。就係富豪花園嗰度啊，有架撞咗石小學生嘅旅遊巴咧，因為佢冇跟嗰個交通嘅指示，即係本身係左係右轉啊嘛，但係佢冇右轉，直接咁樣直去，好快速嘅，先撞爛前面嗰兩盞交通燈，再撞爛隔離嘅鐵欄之後咧。撞到兩架車，跟住鏟落去單車徑嗰度。呢單嘢仲嚴重過今次，雖然冇人受，雖然冇人死，唔係講過，依家玩 BF 都係等下延時嘅。多一句，有個落單好玩個毀滅，你毀滅真係走位好少嘅。不知邊度可以走。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個擊殺數可唔可以超越過呢個方蘇？方蘇係香港人，而家排緊第一，但省上佢第二。因為第一嘅就係親姐，佢收咗19萬。我哋聽啊，成個香港得我哋四個人打最勁，認真，冇一個會超過10多萬。就算有嗰啲，不過只係大陸人嘅啫，即係冇啊！我哋四個可以話係香港裏邊嘅精英，打得最勁嗰四個，未見過自己可以咁出位。